冰雪正当然，冰壶资格赛正式开始。来，听我口令哈，准备，比赛开始，第一组出发。我们看到，首先出场的是李晨俱乐部队，陈德全，想为团队出一份力，尽力而为吧。加油，德晨，加油！ 这样就是往这个方向打，然后换到这样，就是往这个方向打。力量大的就是这样，这个就是小力。好，来看看陈斗拳。哇，非常谨慎小心，将壶送出。 我觉得力量稍稍小了一点点啊！哦，太轻了，太轻了！力量不够，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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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无效拿掉，没事，太轻了，力量小了。现在来看看一垒手王振威、张恒。大了大了，我天哪，这球显然速度有些快，出去了，我也出去了，来了，哇，速度特别快，大了，完，力量大了，状态不好，没有，太滑了。 开场到现在，副手都没有效果。你看现在确实，一垒首发当中啊，表现都不太理想。哇，这也太难了。现在呢，双方二垒手上阵了。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力量显然小了。撒撒撒撒撒撒，快撒！擦擦，哎，他这个碰到弧了，无效球。这是比赛是不可以的，直接拿掉。不行，拿掉。速度太快了。大了，大了，大了，可惜了。这劲儿真大呀！哎呀，大了，大了，大了。